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针对昨日中国国务院发表中美贸易白皮书，提出谈大门敞开，打碰煤到底，我大胆地说，金融海啸以来最严重的情势已经出现。美中两国已经从贸易战扩大到全面对抗，接下来正考验两个大国领导人的智慧，而台湾在这个对抗中站在关键位置。未来美中如果走向实质的冲突，我认为世界上第十七个休斯底德陷阱已经出现。我们来看这张投影片，过去大国崛起所引发的对抗，在历史上一共出现过16次，其中有12次导致战争，如今第17次已经出现，台海危机将被重新定义。因为过去仅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对峙，现在变成美中两国角力的场所。如果我们过于乐观，偏向任何一方，就会将台湾推向不可预测的危险。蔡总统现在是盲目的乐观，我不知道他是好傻好天真，还是好坏好故意。经济形势谁最清楚？外资的动向说明了一切。我最近看到5月份外资疯狂撤出台湾，台币大贬，股汇双创。但这还不是最糟的。如果政府不密切理解中美两大强权在此关键时刻所采取行动背后的意义，台湾只能任由自生自灭。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投影片，美国对中国大陆开启贸易战后，资金和商品离开中国大陆，结果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松手，到处追着打。今年第一季美国总进口和去年几乎一样，但是进口来源国变化很大，中国大陆下降14%，第二大进口国墨西哥上升5.4%，第六大南韩上升18.4%，第七大越南上升40%，第八大印度上升15.2%。就因为在这些国家上升的国家里面，有上升了这么多，所以川普呢在前几天对墨西哥和印度动手，就是贸易战扩大且波及到其他国家的开端。台湾相信也有可能受到波及。我们的政府有对产业及民众提出预警吗？韩国目前因为有 FTA 的关系，所以有 FTA 的保护，所以没有受到任何波及。但台湾政府有提出任何对产业的建议吗？这就是我为何要提出东进的理由。早在我见川普的时候，就提出要整合台商到美国重建供应链，就是这个道理。在此，
危急时刻，台湾成了大国角力前，大国角力的前哨站。美中为了追求最大利益，都将台湾视为必争之地。如果看清事实，不偏向任何一方，这是我郭台铭坚持的立场。我只代表中华民国。爱台湾的前提是承认正视台湾的危机，台湾应该要有主体性，台湾不能、不应、也不可卷入美中两强的战争泥沼里。敬告蔡英文总统，不要沉浸在盲目的乐观中，还在用台商回流的金额麻痹大众，请你即刻以国安等级召开安全及经济国事会议，避免台湾在中美争端中被牺牲。这是以上报告。那么我们在报告后，我们会有三个问题，接受三个问题，提三个问题。好，郭董你好，我是 TVBS 采薇，想请教一下，因为蔡政府他们也说，他们其实有召开了国安会议，那他说他们现在因应方案就是呼吁台商回台投资，那你认为这样的方法是不够，还是就是你刚刚说的好傻好天真？好傻好天真，因为现在问题我刚已经，你刚刚这样搞，我会发给大家看哦。我讲这是他对墨西哥、对印度。都已经采取了啊，墨西哥就增加5%的关税，那么印度呢很多的关税已经优惠拿掉了，我想这一些都是贸易战是从中美的双边扩大全世界，就是说美国对他进口的增加的部分，川普的立场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他必须要减少他的逆差，可中美贸易战的打下去，他逆差并没有减少。而分散的结果啊，对美国逆差并没有减少，是分散到其他国家去，分到其他国家所增加多的，他就开始去举这个例子，就是啊，墨西哥马上增加5%，印度对他优惠关税200多项取消，那再来呢？因为韩国他有 FTA 的关系，那么他有受到保护。那将来在扩大，韩国增加18%几，如果再增加，这也是对台湾不利的地方。啊，韩国增加18%几，韩国跟台湾是产品是有过度的重叠，不管它的半导体，不管它电子，不管它的面板，不管它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电机、汽车产品、汽车零组件，那在韩国因为有 FTA， 它有受到这个保护。那是不是我们要观察，是不是将来韩国再继续扩大？我讲，美国政府对韩国也会寄出啊，因为墨西哥跟美国也有 FTA 啊，会增加5%的关税，好不好？这个问题，台湾没有 FTA， 所以我为什么强调东进的里面一定要跟美国赶快来签 FTA。董事长你好，我是苹果日报玉斐杨玉斐，我想请教一下，你刚刚说不要偏向任何一方，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客户的选择、产地供应链的选择，还是怎么样？可以更具体的说明吗？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中美贸易战争，我们中华民国要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这个角色啊，我们呢这个不要偏向任何一方，我就说从G20到G2。就我们要重塑一个供应链，我讲的东进就是这样，到美国重塑供应链。如果我是中华民国总统，我会开始重视跟美国重塑供应链，再加上从台湾跟美国之间的新的供应链，怎么样赶快重新开始启动？那如果都没有启动，这个台湾的不管任何的，今天可以看不管任何的半导体，任何这个机械，任何的精密机械，任何的这个。设备，我讲这些东西呢，都要供应链的重塑，都要几年的时间。现在不做，等到这个
将来发生危机的时候再来喊，就是说我要讲了解说我们蔡政府是并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未来的危险性，已经贸易战争已经造成全面性的大战。好，第三个问题，郭董事长，我是公视的记者陈嘉欣哦。我是公视的记者陈嘉欣，我想问一下说，因为您刚的意思说是台湾不要靠近任何一边嘛，那你说是正，如果说从经济面上来说是重建一个所谓的供应链，可是我想说如果在政治面上来说，台湾有可能在这种夹缝之中，你说去不要偏不倚这样子，您会有一个比较具体性的思维方式吗？在国际政治上，我想你讲政治面的，我讲贸，我们今天是以贸易跟经济为主轴，如果谈到政治面就是安全为主轴。我讲这个我们要正视中华民国的主体性啊，我们在中美贸易战争或全面战争中不要偏向任何一方啊，就是说如果万一政治面有任何啊将来百万分之一的机会啊会造成让我们要选边站的时候，我想我们还是继续维持我们中华民国主体站，就是我说的必须要做一个等距的外交，等距的这个啊经济啊的平衡实力的原则。你现在可以看到说现在蔡政府几乎是应该讲偏向美国嘛，对不对？那跟中国就是聚中嘛，那我讲这个东西将来在经济跟政治面都同时会产生啊有很大的危机，我想这些问题我们要事先把它提出来啊，要政府来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啊，我们不希望将来台湾呢就是说啊有这个啊在他们两个造一张在政治上啊有代理人说我们偏向于是美国站在这一方，所以我想这一次的选举非常的重要，所以经济议题以外政治问题也是以外，我们怎么样站在一个啊中间啊就中华民国主体性的存在，让我们在不偏不倚的过程中啊得到我们应该有的战略位置，那发挥我们的经济的优势，发挥我们供应链的优势。好，谢谢大家。你要问吗？啊，没有了哈。他要问，给他问哈。非凡，喂，董事长您好，是非凡的思翰，想要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刚好提到说像是重塑供应链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制中的位置，然后甚至您先前也有提到是说有一些可能台湾厂商现在接不到订单了，那因为在稍早其实也有像是香港媒体他们有一些消息，他们是说举例啊，因为华为的订单调整导致富士康的一些产线可能要做一些调整，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可能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也就是说我们供应链重塑的话我们要制中，那我们到底是把这个供应链放在台湾还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还是说我们要更全球的来做一个布局？我想华为你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华为这个例子它波及到很多的各个方面，不是只有至于鸿海问题，我讲你可以问鸿海，我现在已经不用，我现在站在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的啊国民党候选的位置来谈论这个问题，至于鸿海部分，但是你举的例子很好，华为的波及面既宽既大既远啊，我认为说现在25%的这个底线，我想啊在这个啊我想大家都在计算它有多少这个自主性能够在要必须低于25%这个底线，大家都知道这问题呢，就细节我就不在这边多说，最主要站在我们这个蔡总统的立场必须要重视，现在大家要晓得说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民主在这场战争，在这场中美贸易战争看起来是一个经济的贸易的战争，其实也牵涉到台湾尤其特殊，牵涉到既是经济的战争也是民主的保卫这战争。你刚刚看到第17过去看到这个休斯里的陷阱里面台湾的这个情况非常像第17次
休斯底的陷阱的出现，因为大国崛起啊，造成啊台海危机，台海现在变成是重要的一个会产生战争危机的地方，好不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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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啊啊，好好好好。这边开记者会的时候，其实你有提到说，你觉得贸易战应该会很快结束。那现在看起来战场是越来越扩越大，那你觉得关键的改变的点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说，我们要重塑供应链的话，需要蛮久的时间。你刚刚说要几年的时间嘛？那可是短期可能台厂已经面临很大的冲击。那短期内你觉得台厂应该要如何因应这样的危机？我想，第二问题是我现在还不是总统，我是提醒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蔡总统啊，他应该少花点时间选举，多花点时间来注重现在面临的啊危机。我现在不是这个位置，我只能提出这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啊，在这个我讲在贸易战中即将会快结束，但这个问题是啊，我当初的预测是，如果说双方啊，现在不但没有结束，扩大到现在不是一个贸易战了，应该贸易战的名字应该换掉了，是全面实体的战争，啊，实体的战争包括科技战，包括到各种的粮食的供应，这所有的战争。所以我刚才在讲说，中国大陆在谈说打，这开谈，啊，这个全面开放的谈，打碰没到底。那这件事情呢，变化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变化之快，所以我说，既然变化这么快的因素，又影响到台湾在有关键的角位置里面，我们的政府的作为，对产业界、对所有的这些啊金融、对所有的股汇市这一些东西，我们的预警安全的准备措施，我们政府做了没有？好不好？我提醒政府。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想每一个候选人都有他的特质，啊，每一个人都有他关注的焦点啊。那我想这一次的选举很重要的是，面临到一个休斯里德陷阱，这叫台湾有可能变成啊第十七个啊发生的地，啊，这就是说两个大国的发生的时候，在代理人战争很可能发生在我们这里。所以说你我的意思就是说 ，yes。我要回答你的问题，每一个总统参选人都必须要关心重视经济国防安全的议题，而不是啊这个在做一般的选举。我虽然现在参与各种的选举，可是我到每个地方去，很多的啊各种的选民都希望我多谈一些有关经济民生健康的议题。那么这是我今天对于这个台湾的现在经济这政治的经济政治所面临的重大危机，提出一个给蔡政府的呼吁，好不好？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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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的资料啊，等一下我们做的资料，然后我们今天最后一场，我现在回去还要再做资料。Thank you.